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故事？小小咪，他是谁？坏的。你会怕蜘蛛吗？会。真的哦？那我们不要讲这本书好了，是不是很可怕？不会，我觉得他看起来蛮可爱的耶。他看起来不像一般的蜘蛛耶，他毛茸茸的，像一颗小球一样，其实他一点都不可怕哦。嗯、但是其Halloween 的很可怕，万圣节的那个黑蜘蛛有点可怕。你去年被吓到，对不对？那我们今年不要去那一家好。虽然它有很多很棒的糖果，但算了。我们来看这本的 Itsy Bitsy Spider，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唱？好。哦 ，The Itsy Bitsy Spider。Went up the water box。它在这里哦，它爬上去。And the rain and wash spider out。How can the sun and dried up all the rain and the itsy bitsy spider up the spout again？ 为什么它又转过来？因为它的字是这样子的，你看它这一页变成这样子，正对啊，所以你会唱这首歌吗？要不要再唱一次？不要。那我唱给你听。不要，他忙着唱。Down came the rain and washed the spider out. Out came the sun and dried up all the rain. And the itsy bitsy spider went up the spout again. 所以它是努力不懈的蜘蛛，它被冲下来之后，它又再爬上去。所以这是个力争上游的故事，哎，好激励人心哦。好啦，这本就是 The Itsy Bitsy Spider， 可爱的小蜘蛛的。能唱能读的一本绘本，The End。